第998集，分一半。岳灵雪看着楚阳，子大人让我们把五绝城带回来交给你医治。楚阳心头一热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他知道子邪情是想起了自己拜托的事情，他发挥真正实力之后立即就要离开，来不及回来，便只好委托风月将五绝城带回。岳灵雪说完沉默了一会儿，这里是怎么回事？倩倩是如何受的伤？众人一阵默然，想到刚才的大战，人人都有些心有余悸。楚阳简略地将事情说了一遍，说到最后的时候，风雨柔和岳灵雪对望一眼，都看出对方眼中的疑惑。黑衣人是谁？按照楚阳的描述，这个人就算是比自己夫妇两人修为稍低，却也低不了多少。如今天机城内还有这样的一位高手，会不会是诸葛家族创始人诸葛苍穹？在明面上，现在天机城内的九品至尊似乎也就只有这么一个人了。风雨柔皱起眉头，此事有可能，却也不怎么可能。众所周知，诸葛家族之所以一身麻衣，那就是因为诸葛苍穹。诸葛苍穹的父亲当年身为九劫，建立诸葛家族之后就立即无故失踪，到后来传出消息说是死了，但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诸葛苍穹作为人子，没有及时服孝，一直耿耿于怀。从那时起，诸葛苍穹一生中就只穿麻衣孝服。诸葛苍穹作为家主还这样做，族人自然争相效仿，久而久之，麻衣孝服就成了诸葛家族的标志。当年诸葛苍穹曾经说过，生命不止，尽孝不止，一万年来就再也没有穿过别的衣服。按理来说，这样的孝子若是突然一身黑衣前来偷袭楚阳等人，有些说不过去。风雨柔连连点头，一边莫雷尔听得可笑之极。两位前辈所言，小女子觉得大错特错。诸葛苍穹从那时候就这样做，无可厚非，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全天下都知道诸葛苍穹乃是大孝子，永远的麻衣，所以不管出现任何事情都不会怀疑他。可这样一来，却大大的方便了诸葛苍穹暗中行事啊。就如我们现在，两位前辈第一个就排除了诸葛苍穹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相信了他，而他与我们现在是敌人呢。相信敌人就已经将自己带进了败退之路，可现在的天机城中除了诸葛家族留下看家的高手之外，几乎就没有了至尊高手，而在这个时候却出现一位九品至尊，就算最终证明不是诸葛苍穹干的，但是现在来说他的嫌疑却是最大，怎能轻易排除呢？风月沉默下来，众人纷纷点头，不得不承认莫雷尔所说的很有道理。这几天抓紧时间养伤吧，岳灵雪道，等你们伤势痊愈了，我带着你们离开天机城。他翻了翻眼皮，只要我们重伤的消息不被传出去，只要知道我们在这里，放眼九重天，现在敢来闹事儿的还真是一个都没有了。众人含笑点头，岳灵雪这句话还真是没吹牛。法尊被打得不知下落，五绝城半死不活就在这儿，不留情走了，宁天涯重伤隐遁，八位二祖死于非命。放眼九重天，这风月还真是无敌了。当然，在不知道他们已经重伤的情况下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一个声音怒道，哇靠，你们都活着居然也不管我啊，我都被打成肉酱了才把我扔到雪地里头，
扔在雪地里就罢了，居然扔到茅厕旁边，谁干的啊？总务商是不是你啊？出来，六爷我教训教训你。苗六爷现在可是了不得，一天之内死了三回，第一次死了再活回来，修为从圣级五品蹦到了圣级七品，第二次死了再活回来，那修为居然就成了九品，如今第三次死成肉酱，现在又活蹦乱跳的进来，居然已经是至尊一品，这种升级方法简直亘古未有。只见门帘一掀，苗六爷大咧咧的进来，一眼看到风月，顿时就矮了半截，搓着手：“呀，您二老也在啊？”月灵雪翻翻眼皮：“听说你在怪我们不管你，非常不满意呀。”苗不通献媚道：“哪有哪有，我说过了嘛，大家生死与共，祸福相连，同舟共济，生死相依，我怎么说那种话呢？说出来岂不是会伤了大家感情啊？说这样的话的人简直就是个笨蛋啊。”楚阳、董无伤、莫泪儿都忍俊不禁的笑起来，这货还真敢说。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货可不就真是个鸟蛋啊。月灵雪哼了一声：“既然知道自己就是个鸟蛋，还不给我老老实实坐一边去。”苗不通连声称是，规规矩矩的坐下。众人心中都是佩服不已，月灵雪现在等于是个实验，拿苗不通做个试验，纵然现在有些疲态，伤势遮掩不住，但是仅凭余威就将苗不通压得服服帖帖，这还是熟人呢、啊、要是不熟会是如何。苗不通坐下后，屁股里头好像塞了一只蝎子，扭来扭去，忍不住心中的兴奋。他没法不兴奋啊，一直以来他就是兄弟们中最弱的一个，也是最小的一个，可现在来了个彻底的咸鱼大翻身，头一个到达了至尊了。其他人修为最高的楚阳和董无伤还在七品徘徊，苗不通怎能不得意忘形啊，这一刻他恨不得将顾独行叫上来当面骂声阮老二，然后将那货真的打成阮老二，再把寂寞和罗克迪叫上来狠狠的饱以老拳，以泄长久以来被欺压的郁闷。当然更想将董无伤两口子打一顿，然后再去找楚阳挑战一下老大的地位，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月灵雪压制，心中有些不爽，扭了好一会儿才挤眉弄眼的：“老大，我又突破了。”楚阳淡淡的道。哦，苗不通一愣，没有得到预期的惊讶反应，不死心的继续炫耀：“老大，你知道我突破到什么地步了吗？啊，至尊一品了。”楚阳仍然是淡淡的：“啊，继续努力。”苗不通郁闷了：“这什么反应啊？以前我突破一次大家都很惊讶很高兴的呀，怎么这次反应如此平淡？”他脸色一灰，不死心的向着董无伤：“四哥，我突破到至尊了。”董无伤压住笑意呵斥道：“突破有什么了不起啊？至尊只是一品，有啥炫耀的？瞧瞧你这不稳重的样子，这种心态如何能成大事？不就是个小小的突破吗？混账玩意儿，简直小人得志，臭恶嘴脸，滚出去淋雪去！”苗不通瞠目结舌，嘴唇哆嗦：“你！”转头看着楚阳求救：“老大，你看！”楚阳怒喝一声：“滚出去！”苗不通顿时如同霜打的茄子，垂头丧气，只觉得刚刚突破好几个阶位的欣喜荡然无存，蔫头耷拉脑的往外走，嘴里头还一个劲儿的嘟囔：“这是咋了？这不对劲儿啊！”刚刚走到门外，就听见房中一片震耳欲聋的哈哈大笑。苗不通旋风般的又冲进去，怒道：“好啊，你们耍我！”众人更加是乐不可支。大家早就见过苗不通那种小人得志的样子，突破也的确是够惊人的。
可是大家却都故意的板着脸，丝毫不露声色。楚阳与董无伤更是声色俱厉，将这小子兜头一记大热屁给轰了出去，此刻才笑了起来。房中大战之后的气氛顿时一阵轻松。床上闭着眼睛昏迷的武觉成突然发出悠悠的一声叹息，看着楚阳兄弟几个笑闹，武觉成不自觉地想起当年自己的兄弟们，忍不住一时间心驰当年，魂游天阙。兄弟们啊，你们在哪里呀？武觉成静静地躺着，听着别人兄弟们的笑闹，只觉得自己越来越孤独，心中一股抑郁和愤怒腾腾地升上来。我要为你们报仇，一定的。法尊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同样是曾经身为九劫，彼此遭遇相同，你竟然连我也要算计，我定然不会放过你。对于这一点，武觉成到现在为止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法尊与自己目标完全相同，留着自己比杀了自己助力要大得多，他为什么要算计自己？自己在那大阵之中生机消散，完全死亡，对法尊能有什么好处？除了少了一个强大助力之外，真是半点好处都没有啊。至于怕自己与他竞争什么，可自己这么多年了，要是想要竞争，无论如何他都争不过自己的，这么多年都没争了，他担心什么？武觉成心头纳闷之极。嘤嘤一声，莫清武醒了过来，叫道：楚阳，楚阳！一睁眼看到大家都在，顿时大喜：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小萝莉听到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不由得哭得泪雨纷飞，守在吴倩倩身边，说什么也不走了。我要照顾倩倩姐，亲口对她说谢谢，她一天不醒过来，我就照顾她一天，她救了我的楚阳哥哥，我太感激她了。倩倩姐，你快醒来吧，你快醒来吧，我把楚阳分给你一半。这句话说的风雨柔和月灵雪都笑起来，人还可以分一半出去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众人一直在疗伤，而楚阳也是手段尽出为众人疗伤。大家的伤势都很沉重，尤其是风月两人更加伤势沉重，楚阳竭尽所能，也只能让他们的伤势稍稍减轻，并不能让他们恢复。董无伤和莫雷儿、莫清武算是比较重的，重伤这种事情，比如说同样的伤势，被王座打伤与被至尊打伤，那完全是两种概念。虽然是同样大的力量，但至尊伤势却自然而然的带着至尊神念，那是一种更加微妙的破坏，尤其是对神魂经脉更加破损严重，不容易恢复。而这次那是九品至尊出手，危害也就更加的大了，所以众人这次受的伤恢复起来格外的慢。受伤最严重的当然是武觉成了，武觉成的伤已经到了连剑灵都有些束手无策的地步。楚阳曾经动用过补天玉的念头，但是却被剑灵制止，说这补天玉只有人死之后才能发挥最大功用。补天，顾名思义，需要补的天须是已经清他的，天不塌何须补啊？而武觉成现在分明还有一口气，若是真的等没了气儿了再用补天玉的话，武觉成也就会如同乌倩倩一般陷入漫长的沉睡之中，一直等到九死还魂草才会醒过来。楚阳现在能做的也就只有用药物将武觉成的伤势暂且稳定，其他的也只能靠他自己的力量慢慢的恢复一下之后才能再说到其他，因为对武觉成这个人绝对不能动用九重丹，一旦动用那等于是立刻暴露了身份，变数实在太大呀，楚阳现在根本承受不起这种变数。第998集到此结束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。